狂铁的被动有利于他同时应付多个单位，但是被动规则比较复杂，不利于理解。我们简化了规则，使狂铁在对方英雄能够制造大量单位时能够进行有效的克制，在特定环境下给予狂铁登场的理由。达摩将多名敌方单位踢上墙的表现是他非常亮眼的高光时刻，这种操作的完成应该予以足够的收益。我们提高了达摩。